其实我是来看新家的，你们好像很忙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忙着新年的摆设。你等我一下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帅哥，帅哥，嗨，新年快乐！我是 Caris， 你是不是想要在新的一年找新房子呢？好，我现在去带你去看 Berkeley Uptown 的新房子 ，Let's go！ 来，今天进来看我们的 Berkeley Uptown 的房子。哇，是不是非常的宽呢？最上呢，我们放一个6人座的 dining table， 5人座 sofa 都还是非常的宽，而且整个 layout 呢是非常的舒服。我们也是有我们的 balcony， 只要偶尔出来透透风也没问题。帅哥，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的主人房。哇，这里的 master bedroom 够大够宽，最上放一个 king size bed。位置还是非常的够，而且呢，每一间房子呢都会有我们的窗口，所以呢非常的透风，而且风线呢是非常的充足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装得下我们的很大很大的 wardrobe。 各位，你觉得 master bedroom 一个 wardrobe 够吗？是不是觉得不够呢？我们还可以装得下一个 built-in wardrobe 哦。哇，这简直是女人的天堂啊，可以装很多很漂亮的衣服，而且还有一个化妆台，简直是 perfect。 现在呢，我为大家介绍女人的第二个小天地，就是我们的厨房啊，非常的宽敞。很多人觉得不够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小空间，就算做我们的 wet kitchen 都没问题哦。这里是我们的二房跟三房。MC 的期间，各位有没有觉得私人办公室是非常的重要？而这个空间呢，也可以作为你们的私人办公室哦。看了那么多，是不是觉得 Berkeley Uptown 的房子很漂亮呢？啊，还没有讲完，还没有讲完。像我们香港有一个叫廖三好，刘三好，而我们这里呢有8个好。什么好呢？第一个好就是地点好，是在巴生的市中心哦。第二个好呢就是规划好，有店铺，有办公楼，有国际学校，还有 lifestyle hub 都在这里。第三个好呢就是格局好，我们有1到4间房，通通都有，任你挑哦。第四个好呢就是设施好，我们总共有16个娱乐设施，有泳池，有健身房，有公园，有跑步道，都有。第五个好就是保安好，我们有多层次的保安系统，有24小时的 CCTV 的监控，保证你的安全哦。第六个好就是交通设备好，5分钟就可以到达 Federal Highway 跟 NKV Highway。 第七个好呢就是房产配套好，还有更重要就是第八个好就是时机好。在新年期间呢，我们有高达12888，对，没有听错，就是12888的优惠等着你。这8个好康淘就等着你们联络我们哦。